你敢不敢信一台思域能比迈巴赫贵？我不信。但是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事件的真理啊，就像那大嘴巴子一样，就实实招招就能拍你脸上。百鬼夜行，知道吗？这就叫百鬼夜行。这咱们晚安对吧？两个路口前就遇到你了。哦，是吗？你是怎么认出来我的呀？我一看就是你呀、啊。我一看就知道是你啊！咱们这边人说话特别可爱、啊。这眼前这画面挺穿越的 ，UUSTI。我现在是在汕头，正在驾驶着一台马自达的 RX 八。这台车其实我是在这选了半天，我就看就这个车呢，要是有点嘛情况呀，咱赔得起。其他呢，我看了看呀，咱也不说都赔不起吧，就能赔得起的确实不多。到了，给你们看看这我们这个车队啊，阿巴斯695，这刚上市，大佬就置办了，听说非常好开，等会儿咱试试。我刚才开的这个 RX 八，这车其实非常非常的整，状态非常好，但是就是慢。这宿敌阿巴斯 STY。301 CO 最重头的就是这个，这车我都不知道该说嘛。这车是底盘代号也是 FD2， 但是呢它是 Type R Mugen RR， 名字有点长。这个车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这车为嘛就是吸引我。这车的件儿啊，它不是说像咱车坏了以后去4S店一修，人就有配件，这些配件你必须寄回日本，人家得看见你这个件儿的残值，人家才能把新件儿给你寄过来，就是非常苛刻。这个是全世界范围内限量的，也是本田自吸时代的，可以说是掌上明珠最顶端的产物。这东西竟然可以合法在路上开了。刚才我看了半天，他们一直想让我开这个，我真没敢开，因为不开玩笑，这车把我苏帕加一爆卖了，俩加一块都未必买得起。这东西往这一摆，真的，这路上所有的车瞬间就不香了，什么 STI 什么。EVO 什么这那，宝马 EM 没用，在他面前黯然失色。哎呦，真是一天的好心情全被他给搅了。走吧，试驾一下阿巴斯695。嘿，小车，我告诉你，这车呀，它但凡小，它开着呢就根儿。我手动挡，你摸摸这个挡把头，倍儿大。我想你一晃，这车子动，确实在动，对吧？这车什么叫轻？就你来回一晃，你能把车晃走，你知道？哎，这排气的声音很奇妙，像不像在水里？像不像在水里？困了？一点点。两点。现在是凌晨两点，凌晨两点的汕头，太奇妙了。行动，走了。这是法拉利调教的底盘吗？哦，这么个劲儿，天啊，好嘛，跟端着饭盒像啊。这个涡轮。但是呢，你使劲再踩，你会发现，哎，你别看这车小，有内容，哎，后面还有一段在这等着你。哎呀，跟你说，现在人啊，就是盲目的去比数据。同样的180匹，在这个车上面给你的感觉完全不一样，好开，而且动力的话也非常的让人满意。对，而且很平顺。对对对对，这车多少钱？60，我快下来。60，我的天啊！这不赶上苏弗拉了吗？一豹好还是阿巴斯好？肯定是一豹。对对。不过这也不错。